今日的正道呢，是由 Pastor Ken 讲的《恩慈的群体》，经文是来自《使徒行传》28:1-2。经文那里讲，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叫米利大，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我们将时间交给 Pastor Ken。 早晨，今天怎么样？经历一下，即上个礼拜 又冷又热，又冷又热这样。这两个礼拜其实是很有趣的天气，澳洲就是这样。有尤其是我们墨尔本一日四季，可能我们都要适应一下。变了呢，就即其实都挺容易病的，即有些朋友 都 有感冒啊这样。希望大家都即係凍嘅時候穿多件衫，即係其實擺多件衫喺架車嗰度會好啲，特別係老人家前面嗰啲嚇。我其實有陣時咧，我會覺得咧就係我成日稱呼佢哋老人家咁，其實可能咧有陣時咧佢哋唔係好中意，應該話咧係咩用字會比較好啲咧？長者、長輩嚇嚇，咁咧就會好啲。咁啊，今日咧我係去講一個嘅題目叫恩慈嘅群體。其實大家都有聽過，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時候，就是講緊係登山寶訓的最後一個嘅選一個嘅講論咧，就係即係耶穌係要我哋係成為一個屬神的人。咁咧係我哋要將我哋嘅基礎建喺耶穌嘅身上高，因為如果我哋個基礎唔穩嘅時候咧，我哋係冇辦法去做任何嘅嘢。冇辦法嚟到係去成為神嘅使徒，或者係 去真係用心嚟到係去服侍我哋嘅上主，我哋嘅神。所以建基喺邊度係好緊要。咁我哋同大家講，由呢個月開始咧，即係由十一月開始咧，其實咧我哋係進入咗一個教會嘅一個新嘅環節咧，就係、是、去講 kindness 啊。kindness 係英文係叫 kindness， 中文要點譯咧？啊，翻譯嗰啲人話俾我聽。kindness 是怎样的？恩慈是其中一个，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全部突然间停在这里。圣经译就是译做恩慈，真的圣经译就是通常拿这个字就译做恩慈。就其实就亦都可以是叫做是宽待，或者 是恩待，都是叫 kindness 的。咁我哋會要知道，咁喺呢度咧，我揀咗一個故事咧，就係、是、一個經驗經歷咧，就係、是、當保羅佢咧係成為一個囚犯，佢要係去上訴該殺，即係話咧佢係由耶路撒冷押去羅馬呢度咧，嚟到係向當其時嘅羅馬君王咧嚟到去上訴嘅時候咧，佢哋咧就經歷咗船難。嗱咩叫船難咧？就即係話咧係。打風咧，就佢就架船咧就係、是、被吹爛，咁咧就下沉落，即係開始沉沒。開始沉沒嘅時候咧，咁咧因為保羅咧喺嗰個環境底下咧，佢係屬於一個叫做係被押解嘅囚犯。雖然佢之前已經係被判冇罪，被判冇罪，但係因為佢要上訴，咁而喺上訴嘅過程裏邊咧，佢由耶路撒冷去羅馬這段的路程其實是 free trip， 即是說是免費旅遊。但是免費旅遊就要有一個危險，就是他是一個囚犯的身份，所以是要 有兵丁是綁住他，即是 有兵丁陪住他的。而遇到船難當時就有一個問題出現了，隔船下沉，通常我們會是怎樣？當然是棄船走的，是吧？但是呢，那架船呢，因為是裝囚犯的船呢，就有一個情況出現呢，就是呢羅馬的軍人呢，他呢因為要防止囚犯逃走，他們有一個規矩的，就是呢就免得他們逃走，他們有個權利呢，就是殺死他們、啊、當時的規矩就免得他們呢就是成為逃犯。這個呢就是那個的長官，當其時押解呢啲逃犯個長官嗰個權力嚟嘅，嚇咁個長官咧，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聖經嘅時候咧，佢咧係對
羅對保羅呢個人咧係有一個恩慈嘅心，一個慈悲嘅心。佢因為唔想殺保羅，咁佢唔想殺保羅，佢亦都唔可以殺其他嘅囚犯，因為唔可以厚此薄彼噶嘛。啊，咁嘅時候佢點咧？佢咧就咧係叫自己嘅兵丁咧就一部分咧上咗岸先，跟住咧就放曬啲囚犯，就等佢哋咧逐批逐批遊上岸，跟住自己先至再上岸。嗱，其實咧個過程裏邊咧，你係睇到咧嗰個長官咧係對嗰啲囚犯嗰個恩慈啦。我哋頭先所講嘅恩慈就係咁解。咁佢上咗岸之後咧，就出現呢件事，就係咧佢哋去到一個島嗰度，咁咧就突然間唔記得嗰個島叫咩名字，就係即係依家係希臘同同意大利爭嘅嗰個島喺嗰、那個。嗰、那個位置個塞浦路斯嚇，塞浦路斯島嚇，咁咧就佢喺嗰個島上高咧就有班土人，咁土人見到佢哋上咗嚟咧，全身濕曬又落雨，因為打緊風啊嘛，咁咧就覺得佢哋好即係有需要，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哋咧就係生火，同埋咧係俾嘢佢哋食，咁樣去接待佢哋啊，咁咧接待咧係包括埋係有啲嘢食下嘅，唔係淨係生個火咁簡單啊，咁啊。所以咧，第二時咧接待我哋識做嘅嚇。OK， 咁咧就我哋睇下咧，就其實咧乜嘢叫做 kindness 咧？就其實咧就係一個單純去回應別人嗰個處境，而呢個處境咧係可以係一個好危險嘅處境，可以係一個好需要嘅處境。而我哋能夠去單純去回應別人嘅處境，其實咧你都係做緊一個叫做恩慈嘅一件嘅事。嗱，我哋好似呢個故事咁樣就係。土人佢睇到保罗佢哋成班人嗰个环境，佢哋第一件嘢需要系乜嘢？冻啊，咁咧就生火吓。你记得我系落紧雨，佢哋去生个火俾佢哋啊，生火。咁咧就系俾佢哋咧，其实有两样嘢就系保暖同埋保护啊，保暖同埋保护。咁咧就系俾啲食物佢哋啦，就系提供佢哋嗰个需要。咁其实咧呢个咧就系喺人哋有需要嘅时候。即是说在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见到有人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到的事就是其实呢是当我们不是计较一个报酬，不是计较一个回报而去做给人的呢，就是这个就是恩慈的表现了。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的重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看到人家的需要，回应他的需要，而是因着嗰個嘅需要，而我哋係俾我哋能夠做到嘅嘢，呢個就係恩慈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解釋。咁咧，其實咧，我哋都要話咧，神係以恩慈待我哋，而我哋能夠係待人恩慈咧，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先有上帝係恩慈對我哋。所以喺聖經嗰度以弗所書四章三十二節嗰度，佢咁樣講。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咁其实咧就系话咧，我哋点解我哋能够去恩慈待人？其实就系因为上帝已经系做咗一个榜样，上帝系以恩慈待我哋。如果上帝唔用恩，唔系主动去付出佢嗰个嘅恩慈，我哋冇人能够喺上帝面前咧系被称为义，冇人能够。是可以是成为神的儿女，而没有人能够是可以去明白恩慈是什么。虽然我们说、那班土人，刚才我们所说的土人都不是、认识上帝的人，但是他们最后是认识了上帝。我们会说呢，就其实恩慈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而这个单纯的东西是上帝是先是去给我们，他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是成为我们的救恩。因为他上帝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他和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得到，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放行自己喜欢做任何的事，我们就做任何的事，我们是按着自己的情欲来到去行，我们是按着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来到去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得罪了上帝，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上帝那个完美完整那个的目标。在希列文呢，其实呢是称义呢，或者是叫做是、
做即係做得好咧，即係按住神嘅標準咧，佢哋咧就有個咁樣嘅解釋嘅，就係咧，你係攞支箭射正嗰個嘅紅心，咁咧就係叫做咧係你係完全啊。咁我哋冇辦法去射到個紅心，我哋冇辦法嚟到完成到上帝佢嗰個嘅義嗰個嘅完全，所以咧。神是主动去付出他自己，他自己来到我们当中，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承担上帝，他承担上帝的惩罚。所以这个是上帝先给我们。所以为什么圣经会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要彼此饶恕呢？其实呢，我们人很有趣的。我们永远是觉得人家负我们。什么叫人家负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错永远在人家身上高。咁咧就好簡單的一樣嘢，就係譬如話，我哋去做一件嘅事情，你係會有對隔離有一個影響，而我哋咧係會淨係睇到我哋自己嗰個嘅觀點，我哋睇到我哋自己啊，我覺得我冇做錯，我係覺得我係冇做錯。但係有陣時我哋唔係話我哋做錯咗，而係話我哋喺我哋冇做錯嘅事上高，我哋係會影響緊人哋，令到人哋有一個嘅唔舒服，或者係一個嘅遺憾。即係其實好簡單，就係話我哋喺公司嗰度，你係按住你自己嘅專業去做嘢嘅時候，但係你可能發現就係有啲人去做佢嘅工作嘅時候，佢都係按住佢嘅專業做，但係咧佢冇你做得咁好。而喺嗰個情況底下咧，佢就係、是。你就暴露了他的弱點出來的時候，他就會去埋怨你。其實有時候我們自己都會，我有時候我們自己會做一些事情，我們都不知道 是有問題。但是當一個人去核查的時候，去發現這個是有問題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我們的心會怎樣？我們會埋怨，為什麼你這麼多事的？為什麼你做得這麼好？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我們會是在不覺意地會去令到一些人呢是令在陷在一個困境的裏面。咁嘅時候呢，其實呢我哋就即係其實調返轉嚟講，我哋都會係喺一啲唔覺意嘅情況底下，有啲人令到我哋係陷入一個困境嘅裏面。其實我哋係要彼此去寬恕，我哋要知道嗰個人其實係冇心。但係我哋亦都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即係有陣時每一個人佢按住佢自己佢認為啱嘅嘢嘅時候，係會影響緊其他人。所以我哋要有一個憐憫，即係話唔係話去憐憫佢，而係一個寬容嘅心，係嚟到係去生活。如果唔係，我哋自己會好辛苦嚇，其實自己辛苦嘅。咁第二樣嘢就係話，上帝嘅憐憫就係唔單止係話我哋一啲唔覺意嘅，而係我哋有陣時我哋一啲專登係做一啲嘅嘢，係為咗自己嘅益處而去影響到別人。有啲人係你會發覺就係有啲人係因為佢為咗自己嘅益處而影響到你，而唔係你嘅錯。他是完完全全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是不是因為這樣我們就不去憐憫他呢？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上帝怎樣去憐憫我們？我們要是去按住神給我們那個的，我們叫那個的海量，那個的叫做恩慈，來到是去憐憫一些得罪我們的人。有時候是很忠誠，有時候他們可能是專門去做，但我們的憐憫，我們不是說一樣，不是說我們去憐憫一個人或者是寬恕一個人，就是他是沒有做錯任何的事，他是有做錯的事就有做錯的事。就是譬如說一個犯罪的人，他是犯了罪，他是譬如說偷了你的事，或者是搶了你的事，甚至乎是令到你身體有受傷，他是有犯罪。我們是憐憫那個人，不是憐憫他那個所做的事，憐憫他那個人。即是說呢，我們是會寬恕他，因為他那個的不知道來到是去傷害了我，但是他所做的罪是有地上的法律的審判，他是要承擔。這個是我們 要搞得很清楚，而不是說一刀切，樣東西都一刀切。我們是要知道，就是我們要分得清楚，就是人還人，事還事，我們是去憐憫那個人。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自己是做什麼。恩慈的表現，其實我們可以在生活裏面亦都可以去看得出來。什麼叫恩慈的表現可以在生活中看得出來？就是我們見到有人有那個的有一些情況，譬如說在落雨的時候，他沒有帶傘，但是落得很大雨，而剛好你在旁邊走過有把傘的時候，你會怎麼做？
男孩子是比較困難的，有時候遇到一些女士我遮埋你啊，跟住嗰個女士就會話嚇嚇，咁啊女孩子就比較容易啲，我遮埋你啊，邊個都肯制嘅嚇，呢個好唔公平嘅一樣嘢嚇。但係咧，我喺香港咧就係都試過嘅，咁就係喺過馬路嘅時候，你知香港成日落雨噶啦嚇，咁啊有好多小姐們咧真係唔戴遮，我唔明點解，唔中意拎遮出街，咁啊就企喺個人縫底下嗰度咁樣。準備衝過馬路，我話你唔介意嘅，你可以企埋入嚟嘅，我冇話遮埋佢，我話你可以企埋入嚟，用咗另外一個字眼去處理。咁啊，通常啲人都制嘅，咁啊遮到佢過對面馬路，因為我都順道啫嘛，咁我哋呢個係好似係做得好少嘅嘢係嘛？好似係一件好微不足道嘅事，但係其實就係表現緊你對其他人嘅需要有冇一個回應。咁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譬如話我哋有人有病，咁我其實我好高興攞婦女組嚟到係去做呢個例子嘅，即係我哋有姊妹有身體唔舒服嘅時候，我哋嘅婦女組係可以做到呢個恩慈出嚟，就係輪流煮飯俾佢哋嗰家人嚇，呢個我係抵讚嚇，亦都係感謝上帝，因為係佢哋自己去提出，即係咩意思？即係話咧係佢哋睇到嗰個需要嚇，而唔係人哋嗌。你有冇人幫我啊？嗰個時候佢哋先至嚇，你有咁需要？唔係，佢哋係預先睇到個需要，覺得係要咁樣去做，所以佢咁樣去做。其實我哋呢度唔少嘅弟兄姊妹都係好有恩慈嘅人嚇，我睇得到，我見得到嚇。尤其是係喺上次端午節嘅時候啊嚇，我啲粽食到依家都仲有喺屋企嚇，仲有一隻兩隻喺度嚇。阿傑先可能唔記得咗㗎啦。就即我哋会系觉得弟兄姊妹系好有爱心，好有付出。其实呢啲付出同埋爱心，其实都系一个恩慈嘅表现。咁咧，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当假期嘅时候，我哋当中有啲人有啲认识一啲留学生，净系得佢哋喺澳洲嘅时候，你哋有冇去打电话或者系招呼佢哋翻屋企食餐饭？如果有的，這個也是一個恩慈的表現，因為其實是他們需要，而這個的機會也是上帝給我們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恩慈就是其實就是我們能夠去服侍到有需要的人，這是其中第二個的解釋，就是他有需要，我們能夠看得到，我們在生活上高的細節上高見到，我們就去服侍他，這個就是我們那個的恩慈，而呢個亦都係教會需要做嘅一件嘅事，所以我哋喺英文教會，我哋呢邊嘅人，我哋喺 CLCC， 即係話咧係 CLCC 中文叫做咩咧？活成教會社區服務中心，社區服務啦，應該咁講。咁咧就其實都係提供咗好多呢啲咁樣嘅需要俾人。咁咧就其中有一樣咧就係咧你。有些人是做義工，什麼義工呢？即譬如說有些比我們年長的弟兄姊妹，更更加年長的弟兄姊妹，我試過去過一間屋企，就是直情是坐著個，即是動不到的，咁呢就竟然呢就是即是有很多的情況出現啦，即譬如說是剪草啦，水喉塞了啦，屋企間燈壞咗啦，咁咧就 CLCC 咧，佢哋會係派揾啲教會嘅弟兄姊妹，佢係有呢個嘅專業，咁咧就去幫佢哋咧係換燈膽啊、剪草啊咁樣樣，係免費嘅。咁但係咧就係要我哋自己去參與，所以呢個係我哋大家自己係教會嘅一個嘅整體行動。如果教會係冇弟兄姊妹去參與，願意係付出佢嘅時間、付出佢嘅專業嘅時候，呢啲嘅行動其實係做唔到，所以。教会在恩慈上高的表现是需要谁去参加？谁？大声一点，谁？弟兄姊妹，即是谁？我们，我们一起说好吗？我们、是我们、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是按着自己的能力去付出给教会，付出给上帝，是一个恩慈的表现，而教会就能夠係做到上帝要求我哋做嘅其中一個方面係乜嘢？係
展现到神嗰个嘅爱，嗰个嘅怜悯。呢个系我哋嘅责任，变咗喺个最基本上高，唔系话教会有一个方向去行，我哋大家就咁样跟住去行。但系我哋话，我哋净系跟住嘅啫，而系我哋教会有一个方向去行，我哋系要去跟住去行嘅时候，我哋都要付出。我哋能够付出啲乜嘢？可能我哋会话，我哋咩嘢都唔识，我哋可以做啲乜嘢？我冇时间，可以做啲咩？在很多方面大家都可以去付出，懂煮餸的可以煮下餸，好像我們的福音班是吧，我發覺伙食真的挺好的為什麼我經常說吃你會看到就是弟兄姊妹，他是真的不是弟兄，應該是姊妹，今次全部姊妹是非常去，他是很認真去做這個的午餐出來，好食嘅，好嘅一個準備嚇。咁我哋會其實我哋睇到我哋每一個週每一個聚會，我哋好多弟兄姊妹全部都係義工，我哋能夠去付出嚇。我哋有好嘅，依家比越嚟越好嘅點講 equipment 器材，我哋越嚟越專業嘅團隊嚇，全部都係慢慢係練出嚟。這個亦都係弟兄姊妹願意去付出。所以弟兄姊妹的付出对教会那个的恩慈的表现比其他人看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们不去做的时候，或者我们只是坐在这里享受的时候，是没有意思。你发觉回到来的地是干净的，因为有弟兄去扫地，有热水，因为有姊妹去准备。所以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是要弟兄姊妹去参与。而这些的参与其实就是你是回应上帝对你那個的慈愛的表現。所以我們既然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全憐憫慈悲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其實呢，這裡其實是在說什麼呢？就是告訴我們，其實恩慈這件事我們其實 是有一個自我選擇。上帝其實跟我們給我們，我們是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恩典，上帝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上帝已经是先做了他那个要做的事，但是我们怎样去回应上帝的爱和回应神的吩咐呢？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选择。我们可以不对人家怜悯，我们可以不对人家恩慈，我们可以是仍然是顾我而行，就是说是我们仍然是可以按着我们平时的生活，最好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围着我转来到去服侍我。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踏出回应上帝的爱，就是去将神的爱，祂对我们的恩典，是用一个的行动来到去表现出来，用一个回应来到去表现出来，就是对上帝对人是按着神的恩典来到去回应神对我那个的恩慈，我去用恩慈去回应给人。我成日都讲，我来到澳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是一个很恩典的国家，因为它是基督教的以前是基督教的基础来到去建立的一个国家。以前的美国都是一个基督教的基础来建立的国家。它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是不需要担心。以前我们来到澳洲是真的不需要担心，一落到地跟着去那个叫做不是叫做 Centrelink 的，那个叫做 Social Security， 那就什么事呢？就是去到那个登记了之后呢，他就告诉你，你现在去 job 去那个叫做找工中心，那就是那个我不记得叫做另外一个劳工处，那我叫做那就那个就会介绍工给你做的了。咁你喺介紹工，你喺揾工嘅過程裏面咧，你唔需要擔心你嘅生活噶。咁咧就係我哋會有個叫做 job search allowance 俾你，咁咧你就可以去生活，好唔好啊？呢個國家嚇，你冇試過啊？我好早期嘅時候係咁樣，我哋嚟到好，我其實因為我同大家講，我嚟到我哋嚟到我兩公婆嚟到之後咧，我哋其實係嘅生活費其實係好，即係剩翻嘅錢係好少。咁啊，即係如果係我哋留低一筆錢係翻香港嘅時候，我哋其實基本上都冇辦法生存嚇。但係因為呢個國家其實係一個真係憐憫人嘅國家嘅時候，佢係願意係去幫助一啲新嚟到嘅人嚟到係去
係去生活嘅時候，我哋係因著呢個國家嘅恩典，我哋係可以係即係留低喺度嚟到係去生活。同埋咧，你知唔知道原來咧有一條之前我唔知依家有冇改到啊？之前有一個有一條規例咧，仲好得意嘅就係咧，如果你係嚟到呢個國家嚟到呢度，你生活咗一段時間，你覺得你覺得係呢個國家唔適合你嘅時候，通常你會點啊？走啊，係嘛？你唔知道原來澳洲政府係送你機票翻屋企嘅，你唔知咧嚇。你梗你哋梗係冇你移民嘅時候咧，梗係冇讀到嗰本書仔。佢一本書俾你嘅，你有冇人冇攞到啊？冇睇啊！你哋唔係冇攞到，係冇睇。喺嗰本書嘅裏邊咧，有一條條文咧係咁樣講到。如果所有你哋嚟到澳洲之後，發覺呢個地方唔適合你生活，你亦都好厭棄呢個地方，澳洲政府係願意係付出機票送你翻去原居地，但係你以後都唔可以再申請移民嚟呢度，合理啊嘛？你唔中意啊嘛？係嘛？所以你話呢個國家係咪一個恩慈嘅國家？但係我唔同你講，你唔知啊，有啲條條文。依家有冇取消到我唔知道，我九幾年嗰陣時係九，我翻係九幾年嗰陣時候係有嘅，所以我哋會係睇到就係一個，即係佢係俾我哋，但係問題咧就係好似我哋對呢個國家咁樣，我哋攞咗佢嘅福利，但係我哋有冇回應翻佢咧？交税啦，係啦，有邊個交足税嘅？啊！唔好問啊！呢個問題，其實我哋大家都交足税嘅嚇，我哋認為我哋交足税嘅嚇。咁其實咧就係、是、有陣時我哋會話咧就係、是、我哋點樣去回應佢咧？就係、是、我哋嘅生活上高點樣去回應啊？其實上帝俾我哋嗰個嘅恩典亦都係一樣。我哋點樣去睇上帝嘅恩典？有陣時我哋係將上帝嘅恩典當咗一個嘅點講啊？即係攞咗就係我嘅，但係我唔願意去回應，我唔願意去付出。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会发觉有很多人是没有交税。但是我们不交税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去帮助到其他的人的。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年我这样说，我跟朋友说过，我交那份税养着两家人。其实那个人问我，那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值？我说不是啊，我来的时候我都是曾经拿过政府 的帮助，我點解會覺得唔抵？佢哋係有需要嚇，咁合理嘅喎，係嘛？其實就係呢樣嘢，就係我哋去回應翻，就係上帝同我哋嘅愛。如果上帝係咁一路去付出嘅時候，而我哋淨係去攞一啲嘅恩典，而我哋唔願意去付出嘅時候，其實係我哋嘅問題，唔係上帝嘅問題嚇，係我哋嘅問題。我哋要回應上帝嘅愛，我哋要付出，我哋要係識得點樣係。去上帝去宽恕我哋，我哋就去宽恕人哋。上帝点样怜悯我哋，我哋就点样去怜悯人哋。其实一个你去，当你去怜悯人哋多嘅时候，当你去宽恕人哋多嘅时候，你更加会睇到就系上帝点样去怜悯你，点样去宽恕我哋。呢个一个系慢慢你可以去睇得到同埋去经历嘅一个经验嚟。所以弟兄姊妹，你系呢个系一个你自己嘅选择。当然，我哋可以去做。我哋亦都可以话唔去做，但系最主要嘅就系你点样去回应上帝喺你身上高嘅爱，多接受到恩典嘅人系能够多去付出，呢个系事实。但系我哋能够明白神嘅爱，明白神嘅恩典嘅人，我哋就能够明白点解我哋要去付出，而呢个就系嗰个重心。我哋要知道就是恩慈的人是被人尊敬的，你会不会不喜欢一个人去待你好？没可能的嘛，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这个是箴言所说的。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是按住自己的心，不是做作， 我最重要就是我最重要重清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恩慈，我们对人的爱关怀，我们不是去做作，我们是真的能够是从心里面去做出来，不是说要为自己去建立一个好的名声，而是我们是去回应上帝那个的爱的时候，你是被人尊重。因为人
是看得到你究竟你所做的事你是为了自己啊，抑或是真的付出。每一个人都会看得清楚，到最后他是见得到你那个的付出是对他那个的爱。而我们最后我们见到我们的付出，我们是回应上帝的爱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去表达神的属性，我们是将神的爱那个怜悯去表达出来，我们是表达对人的关心。这个关心是没有一个的限制，就是说那个人好样的我去关心他。我们广东话香港人讲好样呢，不是只是讲话个外表 good looking 啊。我们香港人讲的好样呢就比较特别的，就是呢是即係我係感覺到佢係一個好容易相處嘅人，咁啊叫做好樣啊，大家明白呢個好樣點解啊？咁咧就我哋先至去做嘅時候就唔啱嘅，我哋係覺得嗰個人係有需要，嗰個人係一個情況底下，我哋去關愛佢，呢個就係我哋所要做嘅嘢，就係表達緊對人嘅關愛。如果我哋能夠咁樣去做咧，其實咧喺另外一邊，佢就會對我哋有一個尊重，其他嘅人見到嘅時候，佢都會尊重。尊重是一個 respect 就是一個對你是一個正面的眼光的意思，對你一個正面眼光的意思，就是說他是會覺得你是做一件是對而是正確的事。我們是按住我們的心來行，我們不是按住我們覺得需要而行，我們要是我們是要按住這個是上帝給我們能夠去服侍到其他的人。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态去转变，我们的心态很多时候呢，尤其是在 近代的心态，我们是会觉得就是有没有利益，有没有影响，我们是会要知道就是是有影响，每一样东西都有影响。我们利益的时候我们将它摆低，我们是看到人的需要去付出，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而你能够这样去做，这个是人和神都会给你一个尊重。我们会讲这样讲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我会这样讲，就是因此其实我们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多走一步。什么叫多走一步呢？就是在人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看得到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如果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是非常之明白神的恩典。这个是就是我们呢是爱我们，因为神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是去爱每一个的人。我们爱每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是去体察得到那个人是有什么需要。譬如说是一个老人家走去到门口的时候，你比较健壮活动灵敏，无论你是什么年纪的时候，一个有需要的人去要人帮去开到门的时候，你可以先走去开了到门。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恩慈的表现。我们不是说一些很大的事，我们说在一个细微的生活上，你就已经是可以是开始去服侍到其他的人，开始是展现到神的爱，也都是开始能够是去将恩慈来到去表达到出来，就是好像开道门那么简单的事。冲杯咖啡，准备张凳，或者是在车上高，在有没有人用 public transport， 即是公共交通工具的，你坐低的时候见到一个老人家一个大肚婆走过的时候没凳坐，你会怎样让张凳给他？这个你是其实就是一个恩慈的表现。不是说我们讲道，我们在地上高，我们生活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东西，我们看得好像很严重，很难去 fulfill， 很难去实践。当我太太回到香港的时候，你见到我是不是很懂煮嘢食的时候，你有恩慈的表现。就是这么简单的嘛。这个就是我们说多走一步的意思，就是说你预先见到他有的需要，你就预先是去跟他说我可以帮你。所以有弟兄姊妹，有弟兄去见我，准备出机场，他说我帮你开车出去，这个是一个恩慈的表现。
咁你亦都要接受我哋有一個恩慈嘅表現。咩意思咧？即係有陣時我哋啲弟兄姊妹好得意，怕麻煩人，唔好啦，唔需要啦，我咩咧？其實依個互相嘅關愛係一個接受同埋付出，亦都係一個付出同接受嘅一個關係。即係咩意思？即係話咧，就係、是、你亦都要俾人去服侍下你，唔係淨係自己去服侍人。这个其实是一个神的那个爱给我们人在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去感受到那种爱的一个的特别，就是你愿意去服侍人，你也愿意给人去服侍，这个才是一个完全。如果不是，当我们只是说不得的，我是一个强人，其实当我们去只是去愿意付出不愿意去接受的时候，就是告诉人其他人我是一个强人，你不要搞我。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下心态，我们愿意去付出，我们也愿意去接受人的付出，这个就是一个平衡，一个上帝给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群体，神是给我们成为一个互相恩慈相待，是展现一个信徒关系的一个方法，就是多走一步，看到人的需要，无论那件是大事小事，你能够去做到的，你尝试去做，你不能够做到的，去找多些弟兄姊妹，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这个就是一个群体能够去付出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够在爱里面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历着神那个的怜悯，神那个的同在，神那个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希望大家今天开始，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做紧的了，讲真的，更加的去留意一下我们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旁边有需要的人那个的需要，如果是能够付出的，付出少少，你的少少其实就已经是能够是去展现到上帝对你的爱，你能够是去看得到人家有个需要，有时不需要说你太忙的时候，你不需要真的一定要是很辛苦去做一件事，特别去做一件事，打个电话去关心，当一个人他在情绪在低落的时候，你给一个电话已经是很好的，已经是很好的。如果是那个人是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怎样在你能力范围里面。第一，我要跟大家讲一样，就是我不是要求大家是去做一些能力范围做不到的事，而是上帝也不会要求我们在能力范围做不到的事要求我们。当你愿意去做，当你是去付出踏出一步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的恩典怎样在你身上高来到去出。所以你去愿意去做的时候，是按住你自己的能力，按住人家的需要，不要超过两样东西，不要超过人家的需要，你的爱分分钟将人浸死，也都不要 是超过你自己的能力，因为你会累死累死。所以这两样东西我们要小心，我哋按住神俾我哋嘅能力、我哋嘅恩典、我哋嘅敏锐嚟到系互相去服侍、互相嘅爱、互相将上帝嘅恩典嚟到系去分发俾每一个人，唔系净系教会里边嘅人，教会外边嘅人亦都一样。弟兄姊妹，愿唔愿意去尝试？愿唔愿意啊 ？OK， 我哋一齐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哋弟兄姊妹。求你帮助我们这个群体，在你的里面是有一个恩慈的心，是明白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是让我们是能够是从心而发的来到去服侍我们旁边的人，来到去帮助爱我们旁边的人，来到去关怀我们旁边的人，无论他有什么需要，可能是需要一杯的水，可能是需要 是一个很微小的帮助，或者是一个晚餐。主啊，如果我们能够去做到的，主啊，求你的灵去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能够去回应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来到去明白你给我们的感动，要我们呢是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作难的，我们不是觉得很困难，不是觉得 很麻烦的，而是我们觉得是很开心，我们觉得是上帝你给这个机会我们去服侍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从你而来的爱心，
从你而来的眼睛，从你而来的恩典，来到是去服侍，来到是去走前面的路。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都是懂得看得到自己那个的能力，不要是去超过我们的能够负担的。主，这个也是因为你的爱。主，我们让你来到与我们说话，每一个弟兄姊妹是说话，是让我们知道你叫我们怎样来到在你的爱里面来到生活，来到是去对其他的人有恩慈、怜悯、体恤和帮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